4月15日广交会盛大开启，今年格力以格力零碳无界为主题，设置五大展区，带来家用、商用、生活电器等上百件优质产品。现在就一起看看格力制造吧。热泵领域明星产品当属 R32 多功能空气能热泵热水机，该机型采用双极变频增寒技术及空调、采暖、热水于一体，节能同时满足更多需求。克利比亚作为全球首台 AI 学习空调，它采用智能算法自适应动态学习不同环境下的参数，还具备双重强力杀菌功能，达到节能、舒适、健康三重体验。生活电器领域有空气炸锅、净水机、循环扇、冰箱、加湿器等多种产品，让大家多维度感受格力科技赋能美好生活。现场还能看到格力明星产品推荐会，品鉴格力厨电制作的美食，相信大家现在能深刻体会到好电器格力造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格力向世界种草中国制造。